帮我查一下，现在的宋宇飞，他有些奇怪。你想查哪方面的？宋宇飞和平时的言谈举止都不一样。那我帮你查查吧。老爷子不是很喜欢他吗？他不会做什么奇怪的事吧？先查完再说吧。那是晴天，这块是晴天。完了之后，晴天自建的时候就要打。然后这边小机一号到小机十号，然后说哪个路，然后哪个就开始录。然后不录的就先停掉，好吧？待会见的时候后面我俩比较漂亮点。 蝴蝶步，完了之后，就，然后导演，拍的，啊，来了，嗯，停了，停了，啊，正好你们来了，咱们就把这戏走一下，没什么问题，一会儿直接拍，好吧？这场戏，刑天你在这边，然后去拉静月，拉完之后说完台词之后，直接松手出剑，出剑的时候一定要笑一下，笑得凄惨一点，然后倒到地上，你看他笑了，然后你冲上去抱住他，开始静月静月的叫。 OK 吗？好的，导演。OK 吗？没问题。行，好，来，咱们各部门准备一下啊！来，服化老师，梳妆赶紧，道具，进。来，进去吧。手怎么这么凉？你咋害怕了？ 别紧张，当成试戏就行。来，两位老师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各部门准备啊！来，录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说还是不说？既然你不说，我就成全你。 停！要有一点动势啊，就不是木头，刺中身体要攻进去。来，从刺开始。来啊，咱们再来一遍啊！来，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别笑得那么憨，虎像，虎像啊！再来，再来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啊！来。 再来一遍，再来，开始。季月，季月。
咱们按刚才的排一遍啊，动作慢一点，好吧？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杀了他，为景儿公主报仇。停停停停停！还处理一点伤口，怎么样，景霄？对不起，导演，我刚走神了。没事，这样，你先回去休息，然后我们先拍其他的。导演，我没事了，我还可以。听我的，听我的，先回去休息。导演，好吧，先回去休息，回去休息。谢谢导演。你别，赶紧，你别。换长，换长，换长，第二纠正，换。换长，换长。先回来了，你耽误什么事儿了？你今天辛苦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宋雨菲，而是另一个女孩，所以我才会有心动的感觉吗？可真的会有这种事吗？要干嘛？实习。实习。